旋转45度。首先把这张纸呢倾斜45度，画一个正方形，然后画一个正方形，画四条横线四条竖线，画四条横线再画四条竖线，归位，写八个西，再写八个半圆，再画四个水滴形，画把纸正过来，一个角画水滴形，上上挂绳，上面再画一个细的 C， 写一个一，画一个长方形，下面画一个一，画一个正方形铺满颜色，画上装饰穗，完成，画一些小竖线，完成啦。